今天向大家介绍一款上海闯王实业公司推出的这款柴油加热高压冷水、热水、高压蒸汽三合一的机子。这款机子呢是靠柴油加热，外接220伏的电。我们看一下这个机子呢，两个下水的口，一个呢是柴油，一个是清洁剂。好，今天呢，我依次向大家介绍一个冷水，这是140公斤，用220伏3000瓦的高压泵。热水是100度，每分钟10升流量。蒸汽呢是50公斤的，这是一个叫清洗的物件。我们看一下，这是隔壁做滚纸机的拿过来的。我们看到这个很难刮得下来啊。好，我们先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高压冷水。好，操作非常简单。喷喷车子好吗？OK， 好，这是高压冷水，我们接下来看高压热水。好，我们看到柴油呢已经加热，声音，好，温度逐渐在升。好，温度已经达到多少？OK， 我们来尝试一下，是不是很烫？是不是很烫？是不是很烫？我来看一下，好，水温在逐渐上升，好，我们来冲击一下看看，好气，好气，哇，效果非常明显，顶上，顶上，顶上。非常精细啊。等一下，哇，就这么明显，就是这么明显。好，我们可以看到，关闭。好，我们刚才可以看到啊，这个有添加清洁剂功能，就这个旋钮啊，这是清洁剂的药箱。好，接下来呢，再给大家演示一下蒸汽，万众瞩目的蒸汽。OK， 开机。好。
很快啊，已经吐气了。OK。往上喷呗，来，门打开，里边冲冲，门帘门放 ，OK。OK。门打开冲。门打开冲冲，把那个垫子抽出来冲冲，OK， 抬高冲冲，来来，看好。